你是一款幸福，想你是一种快乐。爱你爱在心内，疼在心内，自然过去现在到未来。我要给所有人拢了解，你就是阮的最爱。快乐的相逢，欢喜有你陪伴阮身边，感谢你对阮这呢照顾，感情的路一步一步，咱的爱情永远坚固。现在到未来，我要给所有人拢了解，你就是阮的最爱。无论什么风雨，什么困苦，袂当将咱的爱来阻挡。爱你是一款幸福，想你是一种快乐。玉君跟爸爸会好感动。哎，玉君的爸爸很年轻呢。爸爸那叫少年，爸爸几岁啊？63岁。天哪，看不出来耶！你看阿德，你看看他，他的孩子都应该50岁了，可是他看起来，你看，所以我感觉是差别足大呢。所以，翁爸爸你真的是足福气的哈，有玉君这个孩子，他很贴心。然后玉君在你的培养之下，安尼家庭之下，会当培养出这样有气质、有涵养的这个查某囡仔，真正不简单。我觉得两队的表现都让我很意外，但是我很惊喜。所以今天的 MVP 是谁？我觉得我很期待，真的很棒，超棒的。好，马上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哇，这两段表演真的太精彩了，而且看完了以后呢，我有一个原来如此的感动，原来如此啦。然后就是说，再看到玉君跟翁爸爸的这个表演，我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玉君的音乐天分是从爸爸这边遗传过来，因为爸爸的节奏感非常好，然后唱的也是有模有样的，所以这人说囡仔袂使偷生哦，就真的是我看到这两段表演，非常的惊喜，而且非常的喜欢。恭喜两位 OK， 好，先谢谢我们家的主持人，谢谢。我们家都是比较严肃型的，但是我觉得爸爸刚刚很可爱，他就说，就来了嘛，就可爱一点啊，那么难得，然后就让我看到他其实比我还可爱，我反得比较更严肃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我希望爸爸就是，把他那种可爱的心情能够一直带在身上，对，希望他每天都是这样的心情。